低薪最强的喜翠大见鬼来了，活动时间打在画面上。先说这只大剑鬼真的强，开场叠剑舞又重踏降速，看看我的密勒顿开局被秒杀。第一场不意外的被送出去了。第二场凑齐四只密勒顿，也是被送出去。第三场的组合很奇怪，喜翠巨色速消，不太确定它的用途是什么，但它整场都没死，锁血好猛。时间所剩不多，原本以为这场也要亮，哇哦，超痛！这边云一下，四只密勒盾，开场反射盾加三个金属音，抛物面充电，闪电猛冲，打个几次应该就能收掉了。
顺利抓到最强大电鬼。特性固执，有专属技蜜饯千重桃，有伤害又撒灵，配上风润，威力高达 97.5。 最后一定要装一下最强之阵的奖章，希望大师之路会有他出场的机会。我是诗人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